各位香港市民，我是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的總召集人梁振英。大家知道呢，香港地少人多，人煙稠密，所以呢我們的空間的管理是往往大家在生活當中，無論是我們住的地方的周邊，或者我們上班、放工、上學、放學那條路線和周圍的環境，是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。這些問題呢，總括來說就是地區管理。我們地區管理做得好呢，我們的交通會更加暢順，我們的公共交通會更加方便，我們的公共衛生呢大家會更加滿意。還有呢，就是其他的，譬如說街道的整潔啊，以至到一般的秩序呢，我想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值得重視的問題。而正正呢，地區管理的工作呢，就是區議會工作當中很重要的一環。咁因此呢，我好希望大家能夠喺嚟緊嘅星期日投票日呢，係大家盡自己作為選民嘅一部分責任，選賢與能投票選區議員，使得我哋有更加好嘅區議會嘅組成，能夠為大家呢喺地區管理方面呢做得更加好。希望大家喺星期日踴躍投票，多謝。